放的是我们家菜，我们菜，我们啊，咱们的啊，师傅师傅，对，菜呢，처음봤을때그약간차갑고까칠하고그럴줄알았는데생각보다마음이정말따뜻하고예의도바르고참옆에있는사람잘챙길줄아는그런멋있는남자였어요他说他第一次见到凯的时候觉得他好像有一点点的冷漠，然后呢但是越相处他发现凯是可以照顾到身边每一个人，他觉得他的内心非常的温暖啊，温暖是男生凯。